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草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佑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佑妈妈。哇，超开心的，今天来到陈佑家要做料理哦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料理吗？水饺。水饺还有什么汤？酸辣汤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做的酸辣汤是比较符合小朋友的口味，会比较清淡一点点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不酸不辣汤，不酸不辣汤。那来问一下陈佑好了，陈佑，你有包过水饺吗？有啊，有。跟谁包？跟姑姑跟阿嬷。你一次可以吃几个？七个。嗯，小朋友量还蛮正常的，对，蛮正常的。那大树哥你都吃几个？二十五之类的，正常啦，应该也是正常吧？对，20、25啦。我们今天可以让妈妈来检验一下小朋友包水饺的功力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包水饺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我们就 Let's go。北方经典组合高丽菜猪肉水饺。需要猪脚肉、高丽菜、葱、姜、香油、米酒、白胡椒粉、水饺皮，另外搭配酸辣汤。准备猪肉、黑木耳、鸭血、板豆腐、红萝卜、鸡蛋、葱、太白粉、酱油、白胡椒粉、香油。耶、做菜了！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高丽菜水饺，还有酸辣汤。水饺的食材最重要的是猪脚肉，还有水饺皮。没错，水饺皮。那你们有发现水饺皮颜色不一样吗？有两种哦，有两种。那让弟弟来猜一下好了。你猜看这个颜色比较不一样是什么口味的？是 cheese。cheese、嗯、感觉会很好吃。妈妈是吗？你喜欢吃 cheese 吗？不喜欢。居然！恭喜你，今天不是 cheese， 哦，今天是胡萝卜，这旁边的胡萝卜。哦，这个设计很好哎。你喜欢吃胡萝卜吗？也不喜欢，也不喜欢。那你今天试试看就知道，它整个把胡萝卜的营养都放在里面啦。其实它这样反而吃不出胡萝卜的味道，因为它是胡萝卜汁，然后下去做成水饺皮。哦，蛮期待的。那我们一开始要先把高丽菜切碎，因为高丽菜的水分比较多。那我们要做成水饺，如果它没有先脱水的话，它可能就是里面很容易就破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先把高丽菜切碎脱水，大概要腌制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先处理这一道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我来切好了。因为小朋友刀比较钝，不是很好切。嗯。那你可以先切丝，横切。你很想要吃，对不对？哎，用压的这样子，它会比较快，比较顺。你切东西好可怕。等等，你好像在切西瓜。我们轻轻的拿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步骤交给我。好，那切成比较细碎做碎的，再交给你。这个步骤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这样子。我们切菜的时候要心平气和，心平气和。要沉静。然后这样子前后压，前后压。啊。切碎对小孩来讲会比较难啊，因为他那个要把它切得很细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先把它切小块一点。你们觉得切菜也其实也是蛮难的呢？加油！你可以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高丽菜脱水，脱水要加盐巴，好，全部倒下去，刮下去。我们就分散平均的放。好 ，OK。因为菜碰到盐巴会脱水，对，会把它脱水。啊，你把它抓一抓。抓。好，我们要让高丽菜变得干一点。按摩。要把下面的翻上来，均匀哦，对，均匀。看你，哎，温柔，对。
温柔一点好吗？轻轻的按摩按摩，对，很好。我往内翻，那你要不要翻出去了？来，我来帮你确认一下。好，妈妈去洗手。来，可以，你先去洗个手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大概放2个小时，它就会出水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旁边。你回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它放旁边。放旁边。那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呢，我们可以来备其他的料，我们可以来做酸辣汤咯。好，这边红萝卜、木耳跟猪血的部分先切丝，好，往外。那你要小心，慢一点，小心你的手，小心，慢慢来，还要弄干净哦。要小心手指头，慢慢来。我削过苹果，我也削过红萝卜，可是因为听起来很厉害，苹果的皮颜色跟水果肉比较差不一样。我知道哪里、啊、对了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很仔细的，要求完美。头尾切掉，然后叉签。好，那那个香草姐姐这边可以帮我切木耳丝。切木耳丝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捏的，两只大拇指，两只大拇指用挖的，不要用压的。刨刀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刨刀，像不像洗衣板？很像洗衣板的刨刀这样子。但妈妈，我有一点不太知道要怎么使用，就示范一下，这样子，不是为什么往下，往下，但是你这个要慢一点，因为。没关系，破壳出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这样这样这样，对，你就想象这个是洗衣板，好，可以慢慢削，可以的。好，那要打蛋吗？对，请你帮我把它打蛋。传统的器具好好使用，这样。对对，啊，你这一样斜斜的这样子。你的姿势真的是很猛哎，然后你等下换直的也可以，好，要小心不要削到手。好，好了，谢谢，你的蛋已经可以了，我们哇，你成功了。来，那你请你帮我看一下姐姐他们，耶，我也好了，也好了。那香草姐姐这里，布尔斯，那这个猪血的部分呢，就是切成细条状，细条状，扔豆。好，那你看一下姐姐怎么切，慢慢切，看清楚。哦，很利落哎，一刀下去马上完成。细的哦，不要太粗哦。这个鸭血用力切，它可能会碎掉。碎掉，对，尽量细，对，尽量细。做菜有两只手，不可以偷懒。不敢摸，我知道你不敢摸。很多小孩都是这样，就是触觉敏感。那你就是要让他去试。你要多多尝试啊。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克服。那今天你也是第一次啦。对，加油。至少你刚刚摸过它。对，恭喜你，你跨出第一步了。我这边也切完了。香草姐姐，你看一下这个画面，还蛮长条状的，很温馨。对啊，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切，好了，哇，这是我们的还有一个猪血板豆腐，板豆腐，我切一半，他切一半。哦，好哦，你切一半，愿意挑战是不错的。好来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啊。哦，你本来就喜欢，那我先切一半。他只是不喜欢摸，是不是？一样是切条状哦，条状不是块状。条状。先从中间切一半。对，中间切。洗了，而且他很淡定。洗了，我们今天创意无限，没关系，吃到肚子都一样。跟你讲，这就是一起做的乐趣。他每个反应都好可爱，这是金字塔，是不是？不错不错啊，这很有你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修正好了。好，妈妈来补强。好，这样子。那你要自己尝试吗？把那一块切漂亮，让他们有吃东西的兴趣就好了啦。那至于美观与否，就是要慢慢练习。对，有啊有啊，有进步啦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这一块，想办法把它切成长条。每个人刚开始都是这样的，一定会进步。这里帮我切这半。你第一次切豆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自己看一下，太恶心。为什么是很恶心？它可能也是那种触感啦，就是湿湿软软的，它都没办法。有没有发现第二关横的一刀就好了？横的。对。好，这边也是。你有稍微？你没有算中间。其实也是有，只是动作太快了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手一直在抖。所以有心魔真的不是骗人的。猪肉派，像这个样子，也是长条状的。长条状的。它的肉比较不好切，所以要大人帮忙一下这样子。它要比较利一点的刀，小朋友的安全刀可能会比较难切断。肉片呢，全部都切成丝。那再来香草姐姐，哎，在你切的同时呢，我们来切葱段，就是一段一段的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我在旁边看好紧张。Thank you。哇，刚好哎。哇，你很棒。很强。好来，比较难的部分就请大人来帮忙。
这就是姜片。好浓郁哦，那等一下把它做成葱姜水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然后再葱跟姜全部放进去，对，全下放进去就可以搅拌。哦，好，我们等下会过滤，主要是让它味道。再一次，数到十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等一下哦，葱姜水。所以基本上这种新香料小朋友都比较不喜欢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高丽菜一起，好像那个葱油蔬菜汁，它稍微压一压，不要浪费，因为其实这些也可以包进水饺里面，只是因为有的小朋友就是比较挑啦，所以我们就取精华就好。对，我们尽量想让小孩子能够喜欢吃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呢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我们的高丽菜要沥干压一压，对，压干，小心哦，直接用手。加油！要用手干嘛？加油！加油！压压压！来倒水，你看，水跑出这么多来哎！好，接下来要加什么？接下来呢？帮我把绞肉，绞肉，小心拿，快点！我觉得我要躲远一点，你不要砸在我身上。全部不包含这个碗。好可怕！好，米酒，米酒倒进来。再来，还有，为什么要笑？你要轻一点，你要轻。现在是好像那个汉堡胡椒粉，来，哦，很像汉堡肉，对不对？对，葱姜水，小心哦，就加一点点就好，对不对？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看看够不够。好，可以搅拌搅拌，要搅拌均匀哦，让肉啊跟菜都可以融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要加，先加一点香油，再加一点盐巴。香油，请大叔哥哥帮我们加一点香油，一点吗？一点，少量。两小撮，好，很好，再一点点，再来，再给它提一点味。不过咸的话，我们就沾酱油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对哦，依照个人口味可以决定。一开始不要做太咸。大家，我们的水饺肉就已经好了，超棒的，剩下就是包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上面可以放太白粉或者是面粉，不会让我们的对水饺皮比较不会粘在上面。对，哇。感觉有点多，如果你一开始不是很熟，怕爆浆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先少一 点。好，好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多的话，我们就一点点。嗯，然后这样子稍微拉一拉，中间压一下，起来，然后两边大拇指这样夹着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哦，怎么了？往中间挤吗？对，我觉得好强哦。不要让它爆出来就好啊，形状的部分就是看个人的，中间的中心点的地方稍微拉一下。好，然后你的大拇指，大拇指，然后往中间挤。哦，这是真的，先挤出来，就会有一个好漂亮哦，像小元宝这样子。哇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换我们挑战啦，来三位小朋友的挑战吗？小朋友对，不要爆浆就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从这边中间前后拉一下，粘起来。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旁边先把它粘起来，两个三角形，然后往中间挤。好，那有没有比较简单这样子？其实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要不然等一下，我直接做小笼包形状的，还在一点。好，然后前后稍微拉一下，拉一下。等一下，然后把它粘住，然后把它粘住，粘起来。对，大拇指，然后两边大拇指往中间夹。好，最难的是夹。对对对对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不敢拿给大家。当！哇！哇！看一下香桃姐姐。我满身是汗。你也是第一次做水饺吗？是的，以前好像有包过，但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然后粘住。你可以稍微碰一下那个馅料，因为馅料湿湿，它就而且肉有粘性。哦。对，那就不用再沾水了。这样子粘住，然后左右两边夹住。夹住。对，要尽量夹侧边一点，侧边外面，然后挤。要挤喽。我觉得最后那个挤。最后这一集成败就是在这一条线。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可爱呀！我觉得好像
不错哎。真的吗？你们给我一点信心哎。好，来继续，我们就要开始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分工合作，把它做完。好，来做这个。哦，不错哦，有进步。哎，大家都有进步哎。有有有有有，我唯一进步的最多的点就是线越来越多了。耶！现在呢，我们的水饺已经包好了，还有酸辣汤的备料也都备好了。没错，所以现在赶快把水饺下锅喽！来，请妈妈下锅。好，来喽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等它一下。好。那在等水饺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来准备放酸辣汤的料。好耶！哇，漫天魔芋。来，陈佑先帮我抓一把一把锅，丢多少吃多少。好，进去小心一点哦，轻轻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是木耳，木耳。那肉条尽量就稍微分开一下，免得它全部粘在一块。而且一进去就变成那个，对，一进去就熟了，感觉要熟了。再来，请香草姐姐帮我倒酱油。酱油要倒多少呢？那边可以全下，没关系。全下，好，这样才会有酸辣汤的颜色。盐巴，那酱油主要是颜色，那这个都可以边调整。好，我们旁边的水饺有点滚，那我们要再帮它加一碗冷水，帮它再滚一次吗？再滚一次，好，这样够吗？可以，也要让它滚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太白粉勾芡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浓稠度，因为太白粉勾芡它就是会比较有勾勾的，对，干干的感觉这样子。用大火沸腾，把太白粉水给烧上来。它起来了耶！它浮起来了，而且它有没有变得肚子很大？有。那这边要再加水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加一碗水，然后待会最后会加一点香油。啊，好。妈妈，我看到它好像有勾芡了。有啊，来，我帮汤匙稍微搅一下。陈佑，你帮我放豆腐好了。吃多少放多少。现在不敢摸哎。哎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才跟你讲完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低一点。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小心哦，这边水饺不要烫到肚子。我闪。来，各位请看我们的水饺，有没有圆鼓鼓的？都浮起来了，而且它的肚子胖胖的。我们加一点香油，有没有像金元宝？超鼓鼓的，然后等一下让它亮亮的。那我们而且重点是我们馅都没有跑出来，对，很成功。把火关掉，还有关掉，关掉。对，我们把火关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好。好，注意看哦！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做，画圈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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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很棒，一点蛋汁都不要浪费掉。有没有看到蛋花？有。好丰盛，加好多料。有没有看到蛋花汤？有。汤好了，水饺好了，准备把水饺捞起来。耶耶耶！最后一个步骤了。来哦。QQ。捞金鱼来了，捞金鱼。那我们水饺大功告成，酸辣汤也大功告成，那我们就准备上菜喽！一颗颗晶莹饱满的水饺，除了有猪肉的营养，还吃得到高丽菜的鲜甜，搭配口味清淡的酸辣汤，料多味美，喝上一碗，不但有饱足感。身体也暖和了起来。先将高丽菜切碎，加盐等待两小时脱水，沥干水分。切葱段、姜片，加水搅打，过滤成葱姜水备用。高丽菜加入猪脚肉、米酒、白胡椒粉、香油、盐。喷一点葱姜水，搅拌均匀。馅料放在水饺皮上，中间粘合，其他两边加压成饺子。水滚后下饺子，过程中加冷水继续煮。起锅前加一点香油，这样饺子就 OK 咯。另外，红萝卜刨成丝，木耳切丝，鸭血切条，板豆腐切条，猪肉切丝，打一颗蛋，滚水下红萝卜丝、木耳丝、猪肉丝，加入酱油，和
和一点盐，太白粉水勾芡，加入板豆腐，鸭血煮滚，熄火后打一个蛋花，这样就完成咯。酸辣汤和水饺的绝妙美味组合，怎么吃都不会腻。试吃时间耶！这就是呢，我们今天做的高丽菜水饺，还有酸辣汤。哦，好大口，太大口了啦！慢慢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自己包的最好吃。哇！很 juicy， 嗯，汁流出来哎，好好吃哦！没有胡萝卜味道，又有胡萝卜的营养，蛮适合小朋友吃的。嗯，还不错啊，成功，成功哎，好好玩，好玩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试吃另外一道酸辣汤，酸辣汤。哎，这样加进去刚好变成酸辣汤饺。哎，现在这两道可以合在一起，蛮好喝的。吃这一碗根本就会饱了。自己做的那个料多味美。那你以后也可以多多帮忙妈妈切菜部分，对不对？以后切菜都交给你，没问题。他们一开始可能那个对那个黏黏的、触感黏黏的、软软的，他就不喜欢。嗯嗯。但他最后都有成功。对啊。我们要给陈佑来一个掌声，好。掌声！哇！抱一下。你看嘛，明明平常很辛苦啊。对啊。是不是？啊，害羞啦。之后呢，还会教大家更多不同的料理哦。那宝贝爱做菜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